热库真名又如何？骑士超车雷残，先看机车。你看看，老师有没有说过不要在弯道超车？没有在听，结果呢，就是GG摔车啦。更糟糕的是，你居然起身后不看后座的热库真妹，竟还往前走去看你的爱车，这样对吗？日前 YouTube 出现一段影片，影片中机车骑士在女友行经北宜公路，因超车不慎，两人双双摔车雷残，机车倒地后继续向前滑行数公尺，一旁轿车吓得连忙停到对向车道，画面险象环生。骑士自摔后竟完全没看跌坐在旁的女友，爬起身直接走向滑行到马路中的机车，让网友看了气愤不已，一片挞伐，直呼这种男朋友可以不要了。不过也有网友认为，骑士只是担心机车会影响后方车辆通行，才会赶紧去把机车移开啦。同新闻，老婆终究是比女友重要。报道。